台湾的鱼虫弄掠的，即中国人设计的。因为
通通没有讲合法不合法，
那讲好话，都话你讲话当结束，那讲不好话，要打自己嘴巴，所以袂使讲吼。来，各位你看，这台都一个飞机，中国嘛吼，请啦，咱来看英文就好吼，请啦。迄中文咧骗人啦，来，这也是请啦，中国飞机，啊，这台这是啥请啦？你都一个，啊，有趣味无？他们是中国人呢。 啊，你是你是在台湾看的，外国人嘛看起来啦，伊那啥你是，即台是中国，伊那是台湾的，查无所台湾变中国的，就这意思吼。包括迄本护照嘛，甲看吼，拢写车嘛。好，即边机械文就是对台湾政府在台国土的时阵吼，对，你看吼，你刚刚伫七十八页开始。 安倍各国的领袖奥巴马过来，就是咱台湾总统做清楚吼，是是是，你这我们在台湾吼，台湾意思看来无？台湾人的政府啦，就是咱这吼，台湾人的政府是清楚吼，为国民党要选啊，所以脱散啦，做清楚吼，这种是脱散，脱散。 卖卖东西，买的人卖跟买的都有问题啊！就刚才我说进来，那个也查得回，不带气不？类似的哦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他也带不走啊！哎，我们也不承认啊！如果要回，你就去回去，进门马上跟他要钱嘛，搞坏人家交通呀！哦，别看，这个老表要调改的，底下挂多变，这底下这是不是挂表的是调改的哦？ 哦，现在是这边是什么？对，新八国联军的，所以中共即将会有事情了哦。现在改了这样回去，那就是对，啊，就是人挤压，我差点不用。难卖，这种难卖要难卖方面哦。结果正拿鸡块。 中国坚持一边个路，啊，采种话呢，采出来农药吼，全部是农药，对吼。内忧外患啊，印度中共吼，伊直接邻近的国家吼，甲水拢截掉，伊做百几个出口呢，所以印度嘛无少烟，啊，越南嘛无少烟呢，越南今年的农作物产量不到三分之一呢，所以越南嘛经济就是嘛是讲个落，啊，印度嘛讲个落，啊，北韩竞争呢嘛是讲个拍，吼，全世界拢是讲个拍，包括伊。 刚，拄则讲到四十分钟了，好，好，其实哦，最近的网络有偌济啊，网络也没有秘密啊，全世界拢知哦，全世界拢知，哦，中国刚才说的话，像老外的关系，现在的伊俩讲不讲嘛，是那阵在查伊个，哦，习近平哪会叫落来啊？中国，啊，个人。 中国啊，个人中伫中国内部有一派人主张要恢复中华民国呢，恢复中华民国吼，他们不是怀念国民党呢，伊是要恢复1949的之前的中华民国，有一派人列席呢，啊嘛讲要甲台湾，要甲迄个迄个福建省吼，做中华民国个管，所以因就是要等要等福建省的时阵做清楚啦，修建新的修建，甲拆牌拢做好啊，这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好，拆牌。 为什么的？啊，修正，诶，中华民国这看板原则，但是这伊那方面这附近无地啊，啊，民国几年嘛无啊，换新的，这个新的版本吼，西元几年，啊，看板原则就是无咧用啊，嘿嘿，做成这吼，义务员啊，哎，这个就是各党派的立法委员吼，可能是拢来咱台湾，而且也讲吼。 不对，民进党啊，国民党啊，亲民党啊，台联的，拢有哦。对呀、啊，都知道啊。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他说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没有讲真相而已。好，安尼四十分够啊。
有咱就咱今日课上到这吼。你若有机会吼，伊伊就做阵地吼，把资料放回去吼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他是一个流亡者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据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结果现在立刻引发争议。中华民国主席蔡英文当不合回，在台湾认同自己的国家，根本是精神错乱。后来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：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？他是一个流亡者，在台湾。啊，这个不同的意见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，台湾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里面。可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，来到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统治者，是一个威权的统治者。经过228的事件，还有白色恐怖的事件，在历史的因素，我那个台湾人看法说。政权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恐惧、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个政权。今天，咱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可以认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台湾，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今天的行政官员就地了。